我现在有两个线索。小齐拿了个啥？对不起，挖个鸡。Cool to go， 落单了吧，小鸡？来来，不能让他们跑啊！哎，就他，就他，就这个篮子，放出来，怎么办？啊，完了，跑过了。大哥，回来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干嘛去？找一个姑娘。你不在房子里吗？不告诉你。关起来。现在大家状态还是很防备的，关门关门，装作一副没有人来过的样子。阿普刚刚都没有停下脚步和我交谈。个人战游戏《汉斯的秘密》4.0，啊呜！阿宝，买花 ，woman 卖萌，不是啊。各位宝藏男孩，你们现在可以去开动自己的脑洞寻找宝藏了。好，我们出发。趁他们都出去了，再进去找妮妮。有规律性的，全都是两个。哎，老板关上了门。难道我下午找的东西不是那个酒？是凤凰吗？那个厨房里全是鸡吧。啊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去养鸡场。